你连产品都做不好，你还想包装？开始产品都不是包装，而是不懂产品特性、不懂未来方向和一致追求最低设计收费的业者。开战片的 KFC、美多乐跟那个李正汉，他们都是用红色的。当你用150块或者是100块买了这个东西回去，你吃的时候不好吃。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一个良好的包装可以吸引顾客去购买。其实搞我，他懂个屁呀、啊！我才懂我的产品啊！那些方方面面都只是做到很普通的人。人是可以包装的，对吗？当你站出来，你可以就是穿件睡衣，就是很邋遢的出来见各位吗？我说我是一个保险业务，我卖的好好的，每一个月销量，每一天销量500或者是5000包，你来说服我换我的产品包装。包装，如果你包装得好，再去了解你的内行，我才知道你真实材料。包装是帮助产品推向另外一个高峰，而不是害死产品。我的产品卖了那么多年都卖得好好，不需要特地再去做包装。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。如果没有美好的产品包装，怎么可以把产品推向一个高峰？